我还没做过煎饼。用的亚克力笔，里面要丢掉亚克力笔，拿回来现在可以捡起来用了。蘸粉在上面，最上面。好了，这个抖完之后不要去动它，撒第二个粉。散粉。白粉好了之后，多余的粉轻轻的刷掉。下面不匀没关系，然后第二遍。也是整个指甲刷。现在撒粉要倒过来，先撒 glad 的，刚才是撒这个 pink 的，现在倒过来。蘸粉。然后再来这个粉，这个也是刷上面的粉吗？这个你下面撒完之后没关系，你撒上去了，撒上去它不会粘的。哦，不会粘，不会粘，它已经有胶，已经有粉了。然后刷掉，刷掉之后，然后外面再盖一层 clear 的。还是 base 胶，一直是在用 base 胶。他买的时候 base 胶，肯定要多买 base 胶。有一个 clear natural set sheet， 非常透明的粉。然后开开水，之后就跟以前一样了啊。之后就跟以前。这是沾两次粉啊？啊，刷两次，沾两次。这两次颜色。都两次粉上去，最后是 clear 的。我们做那个煎饼怎么做？你们那个自己看着面挺高的，有钱人收入很高的。对啊，我都没听懂。这个杯子叫，不是这个杯子，玩啥了？这是杯子。